吉林堡好石臭，我前色都烂咯，同碌碎仔添。哎，嗱，六里村前色啊，靠近有力嘅六里村嗰间啊，应该石根江特色石斑鱼头啊。哎呀，好会拍啊，真够拍啊！再突然惊醒。前會拍會，哎呀，咁盡調，一拍又會，就突然驚聲啦，好會拍啊，有冇機動低，動低聲。要呢同六里村之间啊，转转条啊，最前面啫，都冇多滞。石根江特色石斑鱼头啊！哎呀，把烟蒂啊都冒烟了，灰着灰啊，就因为拍。就去金大柱啊，海鲜酒家。嗰個毛衣咧應該少凍，而家差唔多8:08就至啱喎，後食茶真係喺公司裝埋，好啦，先拆拍啦，拆碎會啦，行過去，落茶。最後間啦。我倒完下喎，碌茶包會咯，兜捱咯，坐一批咯。我係會掂條得意嘅療傷療派。啱嗰條一叫掂啊，係只千千嘅玉碎挑夫，就係好似日本挑夫嚟嘅，係咯，日本挑夫。唔錯，好香。M 多一隻四大天王青草啊，超挑正，超嗰啲咕嚕肉最好食，係咕嚕肉啊！哇，好批啲喎，咕嚕肉，很搭啲喎，好香哦！哇，好叫好食，超挑。哦，超超，嗯，豆腐，哎，咕嚕肉好香，好脆啊，炸到。滚豆腐啊，肉碎豆腐，嗯，咕嚕肉好食，超正啊！老雞啊，條曬啊，隻叉啫，好啱食飯。
點會 keep 一隻大碌碎？好啦，我開始啦，好爆好爆，我笑當了人家，我抹天叫點叫，因為碌碎滯，好食茶。OK 啦，拜拜啊！拜拜，試下嘅海鮮，包食包裝啦，有冇好清喎？